前坐月子是没有规定说不能出外的啊，到以前古代也都可以出外，只不过要小心不要感冒的啊，你都可以走动。最重要的休息是说他能够睡得着睡得好，那如果是躺在床上太久腰酸背痛，或者说还是鼓励是起来走动啊，只要走动。如果没有很严重的那个子宫下垂的问题啊，或者是生产之后的一些造成脱肛或脏器下垂的问题，我们还是鼓励产妇是要起来走的啊，当然就不要抱重物，不要有负重的那个拿重物的东西情况，尽量避开了。那当然上楼梯下楼梯也不是大问题的啊，这样子。然后多动是很重要啦，因为在第三周通常会鼓励妈妈就是稍微有些开始自己照顾 baby 啊。那这个模式可能是现代人比较常规性去做的哦。那有些是比较体壮的，像农村里面的这个问题，第一周、第二周都还得自己照顾 baby。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我说，生孩子是老天爷给女性的与天俱来的能力啊，剩下是说我们的心理建设是不是建设好了。如果建设好了之后，那基本上不是问题的。那唯一避开的是什么？劳动过度，比方说你去跑步机跑过度啊，这个反而会耗。传闻坐月子是女性调养身体的黄金时期，如果月子坐好了就会受益一辈子，相反错过了进补则会落下许多月子病吗？一般平常过生活的人哈，你不会这样子补一个月的，所以实际上是因为你补得好，所以它就会好。那就算你不生孩子，如果你拿一个月休假吃好住好然后补好的话，你身体也会改善得好。所以重点是这样子啊，并不是说非得要坐月子。为什么我谈这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观念错误，我们会认为说糟糕了，剩下五天要完蛋了，要结束了，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调，我们会反而是附加了更大的压力在你身上，就变成说坐月子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是观念的问题。那坐月子的期限到底是28天还是一个月，亦或是100天呢？坐月子里边的没有规定天数哈，如果是从马来西亚，那现在习惯是，28天是常见，是因为，一个月有4周，4周每个月4周，然后乘7天，那有28天这样的一个换算方式。那实际上参考了各区域南北哈，包括了自古以来的坐月子有30天、60天、100天的。那完整的话，其实在一些农村或者一些地方是坐100天的。那100天也是因为很可能在当时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比较贫穷的，或者是啊饮食的那个食物是不够的。那现在的人的话，生活上我们要得到各种营养都很方便，那甚至是更丰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做上一个月就觉得 OK 了。那做完一个月是不是完全是足够的呢？就第二个月就不用做呢？我是不鼓励，因为以现在人来讲，因为我们都是双薪家庭嘛，很多时候妈妈生完之后就要工作，那这里头其实是不够休息的，所以在第二个月的时候，你其实可以适当的调补，但是不需要像第一个月那补的那么多，那还是可以延续吃一些鸡酒，包括猪脚醋啊，或者是一些药膳类的东西。坐月期间，妈妈们是不是应该要大补特补，餐餐都是营养十足的月子餐呢？坐月子吃丰富一点就很够了。那丰富的定义就因人而异哈，有些人觉得说我家里必须要用一个 organic 鸡或者是很好的肥鸡，那有些人只是说我稍微简单的干蹦鱼也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丰富的一个饮食观，就看个人的家庭的饮食的那个不同的做法吧。所以这里头最重要是说我平时没有吃的这么多，今天我这个月我吃的特别多，那我肯定是身体会比平时会更好，那就是坐月子的一个基本概念了。严俊杰中医师强调，由于产妇生产后生理和心理都起着很大的变化，所以除了一味的讲究身体的调养之外，也要顾及心理的情绪，以免愈出病来。生产之后用力过度啊，然后人体的流汗汗液排泄太大啦，那这些等等的情况呢，再加上担心的情况之下呢，就比较疲劳。那这样的疲劳的话，血不够的时候，我们的讲的中医讲的心脾两虚哦，精神不能集中，情绪就有波动，可能会引起失眠，或者说思虑比较多，担心比较多。那这个只要调好气血之后，他的情绪就会稳定。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生理性的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当然包括了家庭的一些配合度，所以也有一些是因为坐月子是一个口耳相传的概念比较多，受到可能家婆啊、妈妈或者爷爷或者是隔壁邻居的阿姨这样子跟你讲之后，你就不敢了，不敢这样做了，所以就变成说反而坐月子是一个压力。尝试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坐月子的话，其实坐月子是一个妈妈可以说是一个喜事，同时应该是一个度蜜月期，让整个月是开开心心的，吃得好睡得好。所以其他的那些过于太过苛刻的一些要求啊，有的时候我会劝我的病人说，你放掉它算了啊，反正坐月子不是28天30天而已，你可能是可以坐上半年，而且你照顾孩子很可能是至少前5年你还要这么长的时间照顾他，也不是这28天可以做好的。所以就是说让自己 let go 一些，然后可能情绪好，反而对你整个坐月子会更好。他说月子是欢庆妈妈平安诞下宝宝的一件喜事，理应不该被许多繁文缛节捆绑而受影响。宋代夫人大全良方里就提到，坐月强调的是先母后子，意思是先照顾好妈妈才能照顾好孩子，所以坐月子应该是妈妈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明天继续有中医的坐月迷思与调理下集，前线视窗采访报道。